来没有看到他吃点心。哎、欸，要去找点心了吗？在吃完了吗？我现在在吃竹叶。刚刚吃了两三个点心，好像还有两三个没找到。他可能在嗯嗯啦、啊。对呀、啊。他都要把青鸾藏起来。刚好这个植物长那么高，也浆花那么高，眼蔽体，这样保养也找不到他。嗯。干嘛？草太长了，我都拍不到。障碍物太多。啊，他不能看门锁。你去哪里？你那都蛮乱。对啊，我记得里面还有吗？没有很多。不然我们就看走完了就回家好了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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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哎，他多少钱啊？